Hello，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咖啡的过滤材这个东西。一般来说，我们所使用的手冲咖啡一定都会用到滤纸嘛，那当然有一些不锈钢的滤网这些除外。我们今天呢，我在上礼拜收到了一个在桃园龟山的公司寄给我的样品，那我相信他们公司可能本身是专门做布织布的，所以他这一次有寄给我一些布织布的提袋，然后包含两个，这个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布织布所做的咖啡的滤袋，他们公司的取名是叫做滤袋，为了要跟我猜啦，为了要跟这种纸浆做的滤纸做一个区隔。那他这一次寄给我的是有一个这种锥形的，还有一种我们习惯称呼它为卡利塔型的，梯形、扇形都可以。我自己个人啊，我是比较喜欢用锥形的滤杯啦，所以我今天就纯粹用这个来做介绍。布织布呢，我不知道大家对它的了解都不多，其实布织布是用我们俗称的塑胶聚合物去做成的，那它可以去调整它的密度、它的过滤的程度，来达到流速的控制。那关于塑胶这个东西到底耐不耐高温，不在这一个影片的讨论范围。当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到他们公司的网站，我会把连结放在影片底下。那他们公司有附上很多 SGS 的检验的证书，他们的检验项目呢是用这个东西，然后放在95度的水里面浸泡了30分钟，那去做各种的毒物测试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在 SGS 已经帮大家检测过的前提之下，我就不去跟大家讨论这个东西对人体到底好不好。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讨论，其实网络的一些讨论区有很多跟你们一样的酸民，你们可以去跟他们讨论，不要放在这里讨论，这会模糊了重点。那如果你真的这个影片都看不下去呢，你现在可以离开了，因为看到这边我相信你们的广告都触及完了，我钱赚到了，你也可以离开，不然你继续看下去吼，可能你心情会不好，那你晚上会睡不着，晚上睡不着明天精神就不好，老板就会请你不要再来了，这个牵扯的问题实在是太大，不要为了我然后丧失了你的工作，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先来讲一下这个东西的来头吼。2019年的 WBRC 这个比赛 ，WBRC 是一个由全世界最具有指标性的一个咖啡比赛，他们的一个分支，专门是在做咖啡的冲煮的比赛。台湾的选手用了他们的这个滤纸去比赛，然后在波士顿，今年在波士顿比赛，他得到了第五名，全球第五名。你要去参加全球赛之前，你一定要先在台湾的分区赛得到第一名，你才能去代表台湾比赛嘛。那也就是说，他是在2018年的台湾区的选拔赛里面得到第一名。那2019年的时候参加世界杯得到了第五名。那我有去看，比赛的记录，确实他们这个选手是使用这个东西没错。我相信很多人只要听到布织布，就会开始想要问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重复使用呢？这个相关的问题，我们等一下先把咖啡冲好，然后边喝来跟大家边讲，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先把镜头移到吧台里面去做冲煮。好，那我们现在冲煮好了，我刚刚也顺便多冲了一个一般的滤纸式的咖啡，然后用一样的豆子，我今天使用的是哥伦比亚的豆子来做一个测试，两个不同的测试。那我先来喝看看原本的。好，漱个口，因为这个豆子味道太接近，如果味道太接近的豆子你不去漱口，其实你很难察觉它的差异。那我现在就要来喝这一边，这一杯是布织布的滤袋所冲出来的。
严格来说呢，如果对一般人来说，可能会很难去分辨出两杯的差异啦。哦，那当然，他们所宣称的就是说，不织布它能够降低咖啡里面的一些芳香的油脂被滤掉嘛，那保留在这一杯咖啡里面的风味就会比较多一点。我刚刚喝两杯，其实它的差异并不是非常大哦，但是我在冲的过程之中呢，我有发现它的流速，如果你磨的刻度是一样的话，不织布这一个，我用这种不织布的冲出来的流速是会非常的快的，所以它很适合你喜欢用大的水柱去冲，那你又不想要让咖啡浸泡在滤杯里面太久哦，滤布。不织布这个产品是，我觉得是你可能会喜欢的啦。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问我说，这个东西既然它是不织布，它是塑胶，那它到底能不能重复使用？哦，我相信在这个厂商在制作的过程之中呢，它并没有要让你重复使用的意思哦，毕竟。这种东西只要有纤维的东西，你使用过一次，味道一定多少都会卡在里面。那我自己在拿到的第一天的时候，我冲了一杯，那我有把它咖啡渣倒掉之后，我把它洗干净，然后晚上再冲了一杯，那一样是倒掉，然后我再洗干净，隔天再冲了一杯，那第二天其实我也冲了两杯，总共四杯。那我可以在这边很确定的告诉大家，就是它这个东西你要去重复使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哦。像我们之前也有一些厂商，它是出了法兰绒的滤布，一样是做成这个。那现在我们之前也有帮大家开箱过嘛，一个不锈钢的滤袋哦，滤袋吧，对。那你也是可以把它放在滤杯上，这些东西你要去重复使用都没有关系。对，那这个呢，我在重复使用的过程之中，在洗的时候，我有用一点点的洗碗精去清洗。那我建议大家，如果想要这样子做的话，你要特别去注意你的洗碗精到底有没有洗干净。我现在就是单纯跟大家分享一个产品，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愿意去清洗它，因为其实清洗还蛮麻烦的，你要先把咖啡渣给倒掉哦。如果你真的愿意去清洗它，它是确实可以重复使用。那至少在我自己个人，我使用了四次，我去重复使用它的流速的影响，哦，我是没有感觉出来啦，因为我洗的时候是纯粹用手。那用一点洗碗精这样子去搓它而已，那冲洗干净就没有问题了。千万不要用任何的刷子，因为纤维的东西只要你用力去刷，一定都会改变它的结构哈。那我测试了四次，我没有继续测试下去了哦，因为时间也不够啦所以这个东西是确实可以重复使用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厂商他们比较想要着重的点是在于它能够保留比较多咖啡豆里面的味道到这个杯子里。那我刚刚喝呢，这两杯确实是有不一样的味道，但是差距其实非常的小。如果不是那种世界杯的评审来说，你可能会觉得有差异没错，但是你说不上是哪里。对，那基于我也不是一个专业的评审，所以我也只能告诉你有差异，但是我说不上来差异在哪里哦。那我也不会告诉你说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不好，因为毕竟两个是不同的东西。那它都是好喝的，因为毕竟是我自己烘的豆子嘛，哦，我这么强当然是好喝。对，但是我个人会更喜欢滤纸的这杯的味道，哦，一点点更喜欢一点点。那在这边跟大家提供这个资讯，让你做一个参考，哦，那如果他们公司是所有的不织布的产品嘛，哦，提袋啊，或者是包装蛋糕的一些包装，还有包含这些，哦，都是可以的。那有一些是像我们常常会在五金行买到一个装茶叶的那个，哦，你可以自己去泡茶，这个都没有问题。那如果你刚好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哦，你可以看我的影片说明里面，我会放他们公司的连结。那其他的部分呢，关于价格啊，还有它的订购的数量，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厂商也没有提供给我。那我自己是没有太大的意愿去进货啦，所以我就没有再
做更多的后续的提问，我就是纯粹拿到一个东西，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那详细的资讯在影片的连结处。那如果你看到这里，你还是想要跟我争论，不织布到底对你的生育能力有没有什么影响，你也可以在评论里面讲啦，虽然我不会理你，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我不会理你。那你要讲就讲哦，如果你觉得这样你的心情会比较愉快一点，你就去讲，然后可能会有人理你，然后可能会有人骂你。那我相信你去，一些什么食安的社团，会有比较多人跟你取暖，然后你心情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喽，拜拜。